是新来的县城吗？大夫，就为你的。楠楠，你还记得大户书房中有个红色的匣子吗？记得。你把它取来，藏好，待到新城镇的县城成家阿叔来了，把这个。 交给他，对他说：“画信的百姓日后就托付给他了。”好，少主公，刘冷峻，没事了吧？ 少主公，带去疗伤。是。少主公，咱们必须即刻前往圣上的驻兵大营，只有医师才能处理这么深的伤口。贼匪可到腹中，逃了为首的反常，已经不分随众。我已派重兵去围剿，绝对令他无处可逃。 把此印交给即将到任的县城。少主公，这即将到任的县城，是程氏将军的三弟程直。听闻此次随行的女眷，还有程家四娘子。你说随行的人还有谁？程家四娘子，程少商。程直一行人早已出发，按说他们昨日便该到了，反常谋逆，周围难免还有通道。少主公，属下担心。 少主公，带一队人马随我沿路查探，欲匪剿匪，御敌杀敌，快！少主公不是受伤了吗？这是又要去哪？御匪快救人！